直接扎到了王源的近点那样一个位置，纯洁第一时间被放倒，近点两人的血量都不是特别健康，烟雾当中王源这个味道非常的熟悉，能秀有机会，今天七七零也是一个残血，独狼烟雾再加上一个 WYY 三连暴走，王源最终在这个烟雾当中拿下了三连暴走，就是每次看到这种要素集齐的时候，好像真的就是名场面即将出现的时候，而且他每次都很容易做到，